搭飞机最怕的终极恐怖事件，他就帮他压压压，后来就死掉了，又放在原来的位置，然后呢，把他安全带盖好，然后这边呢再用胶带吧，因为不然下飞机的时候会这样前往前倾，往后倾，又往旁边倾。那这个旁边的人怎么办？今天内容请看《女人我最大》。